有个花友比较有意思，他说我是个新手，经常看你视频啊，但是我把握不了你说的这个什么通风要好，给足光照，不能缺肥，不能肥大，新手完全不知道，那我怎么样去判断呢？其实啊，我跟花友也不止一次的说，你把这个植物哈，不论是什么植物，你把它当成人，你先了解它的一个脾气跟性格。你比方说是栀子花，它就是典型的一个喜阳的，那你光照肯定是要给足的，你光照不足是不行。你比方说咱们弄到这种观叶型的，这个呢可以晒吗？可以晒。这种喜阴的呢，观叶型的植物呢，你也把它当成人，你用皮肤去感受，用皮肤去感受这个光照，你觉得温温暖暖的，它都可以晒一晒。你觉得很辣了，它就不行了，好吧？关于你说的这个通风要好，你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这种情况，就在家憋得慌，是不是？你开着窗子就是通风，开着空调，它也憋得慌，有没有这种？它想透透气，是不是？不光是植物的一个叶片哈，整体的要透气。其实你要往外边看，人那种微风习习的时候，那树叶哗啦哗啦的作响，那种才叫好通风。你像咱们家里边通风肯定是差那么点意思的，你坐在那里你要感觉不到那种空气的流动，它通风就是不够的。通风越好越好，这个不影响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咱们用到的一个盆土啊，你像这个根系的话，你还是把它当成人，这个根你就当成脚丫子，穿的这个土呢就是你穿的袜子，盆呢就是你穿的鞋子，那肯定是越排水透气越好。排水透气呢会利于根系的发育，浇水呢就干湿循环。很多话说我判断不了干湿循环，你就找一双一次性的筷子，找个这种一次性的筷子呢贴着这个根部啊，你就直接给它插进去呗，对吧？经常的时候拔出来看一看这个筷子干不干啊，就完事了。还有一个呢，你就观察植物的本体，它稍微发蔫了就缺水啊。还有一个你也是看气候，它就跟人喝水一个道理，渴了就喝，不可不喝，略干一点植物爱长根。你像人的话你多喝点水，但是你可以去厕所啊，所以说你用的盆土排水透气多浇一点也没事，只要别积水沤了根。你看光照也讲了，浇水也讲了，用土你像沙子就一样能把土养好，一样能把花养好，对不对？它主要是要有一个排水和透气。土的要求不高是因为什么呢？它跟植物之间的联系，它就是一个承载体而已，它并不是说啊这个土能怎么怎么怎么地。你看用叶糠的，用松针的，用草炭的，用泥炭的，甚至说人用破棉裤一样把花都养好的，差生文具多啊，这个不需要什么工具，这就是次要的一个条件，排水透气。你像这个好像花友说这个气温大家就掌握住一个15度吧，15度以上万物皆可活，15度以下就是稍微偏冷一点了，最低温度是个5度，就是515，5度以下90%的植物都可能出现冻伤或者冻坏，所以说尽量都要维持在5度以上，15度以上是正常生长。你像为什么说暖气规定都得说是18度左右是吧？18度是人，植物的话你可以低个2-3度，15度你还是把它当成人。气温这一块，你觉得冷了，它也觉得有点冷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再给你叨叨一下肥料这个事。其实植物的施肥就像你吃饭，人一天3-4顿是吧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植物呢是一个月3-4顿，但是呢，它植物本体呢它会光合作用，而且土里面呢还有营养。就像你什么呢？哎，你可以吃点零食，花生瓜子。花生瓜子矿泉水是吧，不至于说是饿死。你像给植物一样，咱就正常来说，人他极限耐饿程度是15天，也就到了植物上面，你想想是不是5个月以上不施肥一点事没有啊？你要是吃点花生瓜子矿泉水，你可能挺一个月都没事，那植物不也一个道理吗？就是1-2年你不施肥它也没什么状态，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就不行了，这个植物就开始哎，整体的一个功能缺失啊，又缺乏肥料啊，你也不给施肥什么的，其实你就把它当成人吃饭，你就掌握住这个度，一个月3-4回，只要是对水浇的那种速效的，你就掌握住一个月3-4次。具体啊，还是以水为大，它有排序的，光、水、土、气、肥，这5个是排序的，好吧？肥料要跟着水走。你看这个，老阿姨，我那个我不浇水，我想用肥，那你就可以用缓释肥，那种长效肥，就是放到土里面是吧？100天用一回的这个，哎，或者说半年用一回的这个都可以啊，这很难吗？施肥无非就氮磷钾，你买个通用型的就行了，没这么神奇。要开花的比较多，你再备个磷酸氢钾就欧了。养花很难吗？还你也说了，就说得养死几盆，揣摩揣摩这个经验。其实更多的呢是要用心，用一定的时间。一句话就说明了，10年难学生意经啊，1年就学个庄稼汉。其实养花并不难，你入门的就很简单，多看看视频，相信我这个视频呢就能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启发了。觉得不错呢，记得点个赞啊。其他养问题呢，还是可以视频下留言。没事都关注，会发更多的视频给大家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专一，拜拜。嗨，嘿嘿嘿嘿。